我是黄永昌老师，今天和你们示范人物写生、素描人像的写生。那首先要画四个点，最高点、最低点，左边、右边四个点，把这个人物确定在纸张的中间部位，比较恰当的中间部位，然后再画脸型、发型，还有颈和肩膊的地方。那么这个画完这些地方之后，才画辅助线，先画眼中线，二分之一是眼睛的位置，然后眼睛的位置再高一点是眼眉，眉毛的位置，然后眉到下巴的位置是鼻子的中间啊，中间是鼻子，鼻子到下巴的中间是下嘴唇，脸部有五个眼睛啊，中间相隔一个眼睛那么宽，叫五眼啊，五个眼睛。那么我们画完了这个轮廓线之后，慢慢调整它的位置，然后画轮廓线。还有一个叫做明暗交界线，还有一个叫做结构线，把它分成几个重要的色块啊，一块分块面。轮廓线画到比较准确的时候，再画颈部和肩膊的位置，然后分一个明暗交界线啊，明暗。把这些结构线、明暗交界线、轮廓线画准之后，才去画第二步，就是打阴影了啊。现在把它调整准确一点。那头发呢，要分块面，头发不是一条条去画，要一块一块去画，画完之后才一条一条的头发去修改。那个鼻子到嘴巴的二分之一是下嘴唇，那眼眉毛到下巴的中间是鼻，鼻到下巴的中间是下嘴唇。那当我们画下嘴唇，当我们画完之后，分块面，分明暗交界线。明暗交界线画好之后，我们再画其他的部分啊。明暗交界线、结构线，把它画准。那我们要知道鼻子和嘴巴的一些小型的明暗块面，要把它细致的分准确。那这个就是框架，框架准确之后，我们再画第二步。那第二步，我们先用纸巾把一些阴影的一些复杂线条擦蒙一些，然后再画。先画眼睛，那要注意眼睛的上眼皮的明暗要画的深一点，眼睛的这个上眼皮要加深。那么下眼皮呢是受光面，要浅色一点。然后现在画鼻子的块面，鼻子要分出几个明暗块面，例如鼻子有阴影，鼻子有反光，鼻子有深色，鼻子有中间色，这几个块面要分准确一点。然后又画嘴了，嘴要有几个地方要特别重，特别关注。第一是嘴外面的肌肉变化，它的明暗关系要画的细致啊，嘴外面的肌肉变化要小心。第二，嘴的
明暗块面要把它画准确一点，它有很多明暗的变化啊。上嘴唇是深颜色，因为它是阴影，属于背的光的。那么下嘴唇是受光，给光线照到的，所以它比较浅色。下嘴唇的下面肌肉的变化要特别小心。那我们画脸的时候，这个下巴的位置不要加得太深，不可以深过鼻子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近光源的地方最深，深的颜色最深，浅的地方最浅。远光源的地方，例如是下巴、耳朵这个地方是远光源的，所以它深的地方不深，浅的地方也不浅。那脸部的最深的颜色不是在脸的边界，是在脸明暗交界的地方，要画准明暗交界线。那我们第一步画完之后再画第二步，每一步都修改轮廓线，看看准不准确，看看画的生不生动。然后到第三步的时候，我们修改脸部的特征。那脸部有什么特征呢？脸部有三个地方特别注重，第一个是眼睛，第二是嘴巴，第三是脸型。这三个地方呢，去认一个人的特征很明显。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同，他的眼神也不同，嘴巴的变化也很多，每个人嘴巴都不同， 很明显是不同的。还有他的脸型啊，脸型就是他的结构。脸型有12个字啊，有是国字脸、国字脸、田字脸，或者是夹子脸，不同的脸型有不同的结构。那么这三个是特点，脸型、眼睛、嘴巴。那第三、第四呢，就是眼眉毛、鼻子、耳朵都有它的特征啊。还有一个特征是发型。那发型我们不要认这个人的特征去这。就发型不要认，因为他剪了头发我们就认不出了嘛。所以我们认人的时候，警察要认人的时候，不要认他的发型，因为他的发型随时可以变。也不要认他的胡须，胡须也是可以变的，但是他胡须生长的地方是固定的，每个人的胡须的梳根呢、这个地方呢是固定下来的，所以可以记住他。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画嘴巴了，嘴巴图除了有特征之外，还有它的表情，嘴角向上它就会微笑，这一点要特别小心，把它画出来，把它画得更加生动。那最后我们做一次整体的修改，然后用浅一点的颜色去画他脸部的一些过渡和浅色的部分。那通常素描呢是画中间色，浅色也可以画一点，但是要记住不要画得太深，如果太深的话整张画就会灰色了，没有立体感。浅色的地方可以用浅色的笔去画。那我们记住下巴的位置，脸部旁边的位置不可以加得太深太重，
它的明暗变化比较调和一点，不要太突出。那还有一个地方要特别留意，女性少女不可以加这个眼袋，眼的下面这个眼窝的地方不可以加得太深，她鼻子旁边的阴影也不可以加得太深，如果不然的话她就会很苍老了。那么老人家相反，加深一点就有一种苍老的感觉。眼睛的外面这个眼角的地方不要太下垂，如果也画得太下垂的话，他没有眼神，也会有一种老态，就是老的感觉。眼睛的眼角的地方应该提升一点，这样他会有精神。眼眉最好是向上提升，这样会更加有精神。那最后我们加深色的地方，眼眉毛要顺着生长的方向去加，头发最后可以一条条的把它画得更加有美感，有头发的质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示范到这个现在结束了。